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刚刚到了我这个秘密基地，哇，这面货挺多的，刚才没有拍，现在赶紧再找，走了，是吧？哦，这边有个螺，是什么螺？哦，估计是我上次过来捡的那个空壳，就是这种的。哎，捡回去，这个挺漂亮的，捡回去。哦，来来，哇、哦，这个是什么螺？骷髅这么大，跟海里螺差不多，糟了它。好了，走了，这边再看一下。来来，这边给它盘。石头哥又出来盘石头了，又没货。哦，有货。哦，我去，盘去，盘去，来，别爬，别爬，别爬，别有我了，再来。这个个头可以顺的，给它收了。哦，别有我啊，顺的个头。给它收了，再找一下。哦，这个垃圾给它带走。呜、哦、呼！哎，这个给它收了，收了，中等个头，可以。老铁们，我今天要是爆桶的话，多给点关注。好，走了，今天准备爆桶。哇，今天海里螺好少好少，都基本没怎么见，我现在才捡了几个。你准备盘铁吧。哦，捡到一个了，上货上货。嗯，哎，空壳的。走了，去别的地方那边去看一下，这边感觉没怎么货。上次这边海里螺挺多的，这次这边连海里螺都没有。哇，这边一个海里螺，不知道有没有漏。哇，这么大个，哦，有漏的，我去，我还以为没漏呢。放在这上面这么大个，可以可以，收了。啊，走路都能见到这个章鱼，这个是长爪章鱼，一口章啊，你看，我去，牛啊，这运气爆棚的，走路都能捡到这个。哇，这边有个大货，哎呀，不会是青蟹吧？那感觉很大，脚打花了，没搞到。看是什么大货，哇，钳子挺大的，哇、哦、哇，这可以，来来来，啊，哇、哦，这个速飞呀、啊，这个螃蟹牛吧？用手抓螃蟹都不用钩子了，进去。我再找一下。好，哦，这边有个螺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去，今天海里螺少啊，看到你我就高兴。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哦，有螺，哇，现在就这么近。来来来，走了，抬头可以。来，啊，这边赶紧给他找一下。海水已经围进来了。嗯，我去，空壳的，哇，一个，这个一只骷髅，你看跟海里螺差不多，哇，这个大，哇，这个怎么都裂开了，大鱼落的，满满的，走了，呀，这边腊螺，腊螺这么多，这个腊螺很好吃啊。大的给他捡了，走都不要。这边不找了，这个垃圾给他捡了，哎，给他捡出去扔了。这应该是最近那个渔船上面的货网给掉下来了。哇，这边有个货，看，哦，等等，拿再来看一下。哦，哦，这个是哇，弄得这么急，给他弄掉了。哦，是牛鱼，哇，感觉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这个还可以迁就的，哇，这个牛鱼好，来给它收了，啊，拿回去迁就了，哎呀，垃圾给它一起带走，走了去江面看，
你咬我。哇、哦啊，我去，我去，你还跑？你咬了我，你就先跑回来，回来。中等个头，偏小，算了，还是不要了吧。真，哦，不要去咬我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这个是鱼尾捡到，捡垃圾捡到的啊、哦，这个不错。然后螃蟹直接爆肚，我的秘密基地就是好。哎呀，走了，回去了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，谢谢，拜拜。